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米娜。今天呢，带大家在尔湾的花果山 Reserve 小区来参观新房。Reserve 呢是花果山两个小区中学区更好的那一个，它的学区评分呢是9分、9分和10分，物业费呢是299块钱美金一个月，地税大概是1.3%到1.4%左右。那我们今天要看它 Terra 的盘。Terra 的盘呢，今天我们要参观它的一号户型。一号户型呢是4房3卫，2721尺，在 Reserve 这个小区呢，这个尺寸算是比较大的呢，很适用于很多很多种类型的家庭哈。那这个一号户型呢，现在有一个 Quick Move In，就是很快交房的现房，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建商升级，并且最近呢刚打了一个3万多的折扣。那现在的售价呢是158万，45天呢就可以 Move In。那 Terra 这个盘呢，它的位置是非常好的，离会所非常的近，而且呢，样板房也会在3到6个月内推出。如果对样板房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也可以快点联系我哦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参观一下吧。
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一号户型样板房的视频。如果你对这个小区感兴趣的话，要尽早联系我哦。如果你对这栋样板房感兴趣的话，也快点联系我，因为这栋样板房也很快就要售出喽。好了，那我是 Mina，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就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顺便给我点个赞吧。那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